我说过了啊，要把这个什么，咱做一期把这个小积木给拼出来。这 B 站寄过来的一个什么积木，是那个中秋节寄的，然后我还没弄它，我刚才把它拆开来了。为了装作是第一次见到它，先把它装回去啊。收到了 B 站的一个盒子，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我们打开来看一下。哇，是一个积木哎！不对，我还没看就知道是积木了，这有点假。先拿起来看一下，我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三二一，收到了 B 站寄过来的一个盒子，我们看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？是什么呢？哇哦，是一个积木哦！好家伙，这是其中的一袋儿。里面就有这么多东西，但是我看了一下啊，应该也不是特别复杂，应该挺简单的，就是没什么技术含量。你一看就是很简单，全都是这种钉子跟钉子，你只要把它拼起来就行了，不是那种很有想象力的那种东西啊。而且还有说明书，它只是量比较大，就是很多，这是其中一袋子，然后这是说明书，这说明书我觉得不用看吧，我觉得不用看说明书应该就可以搞定的。这是个啥东西啊？先还是看一下说明书吧，先确定一下这是什么东西。这是几号袋子？三号袋子。我看一下啊，不难不难。这啥东西啊？常规款，探索登月车，若为。隐藏款，请忽略此页啊，这一页可以忽略了。隐藏款，玉兔观察车，若为常规款，请忽略此页啊。这二选一，二选一。讲实话，我并不是擅长于干这个事儿。我们小时候也有积木，但是我小时候那个积木是那种透明的那种塑料的，不像现在这个样子。啊，让我们开始吧。第一步是什么呀？我看看。找到一个六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找到一个九个钉子的，找到一个六个钉子的，找到一根长棍儿，是这个吗？是这个是吧？不对，这不是。九个钉子，这12个钉子，找到一个九个钉子的。我刚才是不是不应该把它们全部倒到一起啊？是啊，它有很多小袋子，我好像把它们合到一起了。因为我看有很多绿色的，我以为所有的绿色的应该最后能组成一个东西的，但这么看来好像不是的。大意了，大意了。但是没关系啊，不影响我们，不影响我们这个东西。很容易的，先找到一个什么？先找到一个九个圆点的，对，这不是找到了吗？六个点儿放到九个点儿上面，是吧？就这样子，把长棍儿放到，不是这根棍子，应该比它有个短一点的棍子，是你吗？不是你，好像就是你，但是你是为什么身上有颜色，它没有颜色呢？不要急，上来不要着急，慢慢来，急什么呢？哦，就是你嘛，对呀，你们两个一模一样长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这就搞定了吗？这不就是，好，第一步完成了。三杠二，找到一个，这是什么呀？像烟囱一样的一个东西，是三个点的，所以它设计呢就是不合理的。它照理说应该就把他们要想每次拼的这些东西啊，它就放到一个小袋子里面，然后做好标记。一号袋、两号袋、三号袋、四号袋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我拼的时候，我直接把那个袋子拆开来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我这么说也不对啊。那你要这样子的话，还拼什么积木啊？我直接买个模型不就行了？对，我刚才这种说法是无理的。哎，找到你在哪儿啊？这期视频我觉得录下来时间会很长。因为我光花在找上面就得花很多的时间，这个动作没有什么意义啊。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
快了，快了，我已经做到第几步了？这是做到第五步了，很快了，好像也不快，在第五步才搞了这么个玩意儿。问题是还有两个袋子，这已经录了好几十分钟了。他是这样子，不对，反过来了，跟他一样。是这样，那你这个设计就真的，你为什么不做一个缠条的，就直接这么缠呢？你非要让两个拼到一起，这是啥意思呢？就是这我不太能理解。不重要。三杠六，三杠六，我们接着来看三杠六，这角度是对的吗？那黑色的这个东西的角度在哪儿呢？这不是有个黑色的东西？这是啥东西吗？哦，这后面还有一步，我先把后面一步做起来。这个海苔，这个海苔，马上要国庆节了，国庆节做点啥呢？国庆节做一期做饭的视频，然后介绍两本书，然后再来一期搞笑的。搞笑的来一期啥呀？这东西还挺难拼的，讲实话，我现在看到小电视了，我有点生气。你说这东西，我但凡接下来哪一步拼不出来，我就谁的妈妈了？爱打那个妮妮的妈妈是吧？是妮妮的妈妈，妮妮的妈妈生气了就打一只兔子。小心点。来来来，接着来。我刚才摔眼了。多的动作感觉像喝了酒摔酒杯一样，至于吗？拼个拼图而已，至于吗？真的是。其实这期我真的是没事拼什么这东西啊，我以为它不难，它就是浪费时间，我以为很快的，我还不如介绍一本书呢。我介绍一本书我现在都录完了，我现在都半个小时过去了才拼了这么个东西，还不如介绍一本书呢。真的，这磨伤。你们看过托马斯曼的磨砂吗？啊，这啥？毛姆的刀锋，刀锋看过没有？三杠七，三杠七，一个什么带绿不拉几的东西要乘以二啊？就是你，哎，刚好在我面前，让我逮到你了吧？还有一个呢，快把你的兄弟呼喊出来，是你吗？对，就是你。这是上面什么？哦，哔哩哔哩的一个小 logo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休息一会儿。吃一个上好家，上好家的荷兰豆。你们吃过上好家的有一个叫什么玉米泡，那个很好吃，我可爱吃那个了。这荷兰豆好像也还行吧，一般般。我还没吃饭，就为了拼这个拼图。我一般平时录视频大概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吧。如果那种我打过稿的，那可能差不多三四十分钟嘛。如果没打稿的，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吧。我没打稿，我有时候录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。但是今天这个我到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录了，我好像是一点钟左右录的吧，十二点多吧，现在都已经三点了。二十首情诗，
和一只绝望的歌。谁翻译的？好了，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我把所有的长得一个样子的积木啊，都把它们放到一起了，这样我找的时候速度会很快，然后我会现在就直接根据它的这个样子，我把它造型快速的弄出来。刚才是在哪一步来着？刚才是三杠十一，对吧？对，三杠十一，三杠十一，刚才陷入的困境是什么来着？我们要迎难而上。陷入的困境是，陷入的困境是找不到积木了，对。然后在这个下面，我们已经完成到，好，刚才我已经把这个积木找出来了，现在速度会非常的快，这整个就是一个智慧的一个化身。所以任何东西啊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逻辑统筹，用一种最合理的方式，它会把你的效率变得很高很高，否则你会浪费很多的时间，对吧？就像我刚才，当然了，我刚才就是演示一下什么是愚蠢，那现在就是智慧。一二三四，八个底儿，八角章鱼遇上了，好家伙，16个都什么东西啊？这是16个外八字的一个小东西，就是你吧？让我看看啊。对，就是你，没错。现在对，正好，我刚才就把它们给挑出来了。现在只要看16个就行了。怎么不一样大呢？哎，你们俩是同一个东西吗？哦，你们还不是同一个东西啊？你们俩怎么混到这里面来了？你们俩长相不一样啊？应该是你们是吧？你们仨长相都不一样。去，对，你就是你们，16个，12345678910111213144。怎么少了两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哎，少了一个，在这儿。好家伙，这就是什么？16个解决了。哦，不对，这不是二点，这是一个料底儿，这是个料饼，料饼，料饼放在这儿，二饼放在这儿，这再加一个二饼。然后这下面是一个四筒，四筒这儿是一个四饼，四饼这儿又是一个四筒，是这样一个东西。然后上面是有个盖子，把它们盖起来。这个盖子是个白板儿，然后先是一个这样样子的白板儿，这怎么把它盖起来啊？这有点乱，稍等啊。这图画的合理吗？我是不是傻呀？我拿过来，在它后面把它给它装上不就行了吗？我在这儿扣上去，怎么都扣半天，我这样不就好了吗？哇，真的是，我装这个东西之后，我显得自己智商有点跟不上了。就这样子做成了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，然后把这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放到他的脸上，这是一个哔哩哔哩的一个小脸，看到了吗？搞半天，我搞了一下午，你告诉我，我做了一个很蠢的脸，嗯，这不是，好，你的脑袋终于出来了，三杠十九完事儿了是吧？哦，这前面那个小人儿，这个小人儿把它给干嘛来着？把它就这样，哦，脑袋就这样装上去就行，搞半天，终于完事儿了，大功告成。还没完事儿，还有这么多，哎，把它弄出来吧。哎，好家伙，我好像弄反了。哦，我把这个东西跟它对不上了，所以我贴纸的时候是不是贴反了？再给它贴个贴纸不就好了吗？真的是。那两边贴都贴上脸了，怎么都不怕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然后把它给它脑袋给它戴上，现在可以塞进去了，卡进去了，啊，面罩，整个大功告成，就这么个东西啊。哦，怎么多了几个零件呢？哎，这三个零件啥意思啊？可能是防止
我们用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吧，所以可能多出来的，不知道的。反正现在装是装出来了，就这么个东西。然后我觉得我不装了，我剩下的还有两袋东西，我明天抽时间，然后我把它拼出来，然后把它们放到一起，好吧？然后我最后拍个视频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。我，哎，对，再见。